Hey Siri， 帮我搜寻恒山五九。我在网路上找到了恒山五九，做梦的地方。做梦的地方，哎哎哎，我来我来。Hey Siri， 你猜猜我的梦想是什么？别问我，梦想要自己找。哇，这样精彩！锁定恒山五九，保证不迷路。你能做的，你想做的，就在恒山五九梦想学堂，树德科技大学，学术设计学院。上大学以前，我也常常想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。恒山五九给了我答案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哦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哦，这是我做的哦，这是我们的骄傲，这是我们做的哦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。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做的哦，这是我们的作品，这是我设计的，这是我设计的哦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哦。我还在想，在这里，我尽情地幻想将来的美好，甚至天马行空，然后动手把天马行空变成事实。眼前的一切看起来也许有点幼稚，有点无厘头。不过，每一天我总会得到专业指导，每一天都在累积经验，储存能量，校准梦想之路的方向。所以那时候有个最大梦想，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开一间室内设计公司。树德我觉得校风其实蛮自由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多很有想法的学生进到树德，我觉得老师也愿意挑战这些题目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就学期间我觉得很自由的地方。包含我小时候就学过朱宗庆打击乐，那国中又是管乐班，那也一直对于表演艺术很有兴趣，所以我觉得大学时期我就应该要读我自己所热爱的科系，并且对它付出，那我觉得这会对我未来的出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。知性做出真正自己想做的，大多时候需要一些刺激，而且兼顾人文与创新，下功夫狠练的根基才叫扎实，才有机会展现能所不能的境界。进来这环境那么多元，所以其实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真的擅长哪一块，或者真的有兴趣哪一块，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找到您适合的老师，然后好好的专心的去把它延续下去。那如果过程中你发现不是你那么喜欢的也没有关系，至少这个东西你经历过，因为有些人是一到毕业以后才发现哇这行不适合我哦，所以我觉得要善用多元的这一块。成功是没有一个 SOP 的，如果讲难听点，成功有 SOP 的话，隔壁的小猫小狗都可以盈利了，你凭什么坐在这里？我想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不一样，也许我们是成为成功的那1%的人，那相信自己做就对了。
快乐。能所不能的大显身手之前，多点心思为别人着想，也可能成为终身置业，绝对不会是无趣的人生。你快乐了，我会比你想的更快乐。多想想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，这就是专业志工的第一步。一个念头点燃热情而喷发的焰火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彼此回馈，世界能不变得更美好吗？这不是东方夜谭或西方夜谭，是一辈子都发光发亮的生命价值。从前你不知道你能做的，选择恒山五九，你将做到超乎你最初的预期。从前你不敢想的，没想到的，走进恒山五九，你会实现远胜你过去的想象。来吧，恒山五九就是不一样。你能做的，你想做的，就在恒山五九梦想学堂。树德科技大学。